于亚历山大路的吉门营房成立至今约7年，期间进行转型，打造成更加生活化的视觉艺术区。吉门营房节目办事处表示，为了吸引更多人潮，他们首次举办艺术收藏活动，让国人购买和了解当代艺术。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为了推动本地的收藏艺术发展，吉门营房节目办事处从星期五起举办为期3天的艺术收藏活动 START， 期间公众还能参加导览活动，并参观各种可摆放在住家或办公室的艺术品。九家展馆参与了这次的活动。那么就觉得好像很多人他们去博物馆、去美术馆，都觉得好像这话都不关我的事，对我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是错的概念。那么我很想要改变人家的概念，就觉得这话大家都可以欣赏。吉门营房也将开辟专属的零售空间，售卖各种当代和街头艺术作品。为了进一步带动人潮，吉门营房还将放映电影和举办工作坊，让国人有机会接触当代和视觉艺术。这样一来，将有助于提高他们对艺术的认识。吉门营房节目办事处表示，接下来将朝更贴近大众的艺术发展，并确保这些作品的售价负担得起。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tend to think of art as something that they cannot afford, or something that is only good for investment, or if you're really rich. But with Site at Gillman Barracks, that's the thing that we're trying to change. We would like people to understand that you can have an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art, and that's actuall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到了年底，吉门营房将配合双年展举办活动，明年初也将参与新加坡艺术周。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维报道。